共同登台，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。同时，让我们用掌声欢迎点赞嘉宾：上海广播电视台、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台长、总裁宋炯明登台，为他们送上鲜花，表达祝贺。有请。来，有请两位到舞台的正中央，往前往前，对，好，也有请三位合影。好的，感谢我们的点赞嘉宾，谢谢，请入席。王一博、黄子韬，请留步。好，让你们留步，你们应该有所准备了。对，因为我发现特别巧，两位热度人物和一个热力四射的项目有关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有一个是喜欢赛车，有一个是喜欢摩托车，一博是喜欢摩托车。可惜奥运会没有摩托车的项目，现在还暂时没有。嗯。然后前段时间我也看到邓亚萍老师邀请你去参加奥运会，怎么样？2022年冬奥会准备的如何？滑雪项目可以吧？在努力准备中。哎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今天微博之夜确实把这两个项目都给搬到了舞台上，是吧？我们也准备了摩托车，也准备了赛车啊。对，各位可以回头看一眼。来来来，我们有请送上两个很特别的道具，也是表达两位年轻人对运动的一份热爱之情。所以接下来，因为你们在舞台上经常会有很多拍摄嘛，是会有一些 ending pose、killing part 等等。那接下来就两位各自选择一个道具，我们来几组照片，好不好？今天也不太为难你们了，好吗？对，本来是要让他们起舞圈的。对，来，一博你先选择，子韬你选哪个？你肯定选摩托了，来，很适合你哦，好可爱。两位就有点像车模一样，对，几个造型，你就可以开上这车去接丁真了。来，坐。你怎么坐副驾驶？其实是可以开得起来的，你们可以试试。我们主要是怕两位开得太快了，这个舞台有点承受不住啊。好，来。哎呦，我们的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。王一博就是，昨天导演试的时候完全没问题，但是好像一博腿太长了，那坐不下去，你知道吧？他一坐下去，这个膝盖就顶着下巴了的感觉。导演反省一下，你的腿有点短哦。来，我们摄影师准备一下。这配的音乐。本来是这个车哈，也就这么回事儿。但两个人一往那一坐，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吧？两个人现在表情有点被迫营业的感觉。来，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推起来！走！哦哦，真的起来了！走了！走！走！走！感觉像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。呀呵！哟呼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注意安全，可以。一博，哎，好，好，可以了，停，谢谢，掌声送给二位，谢谢二位，谢谢，这能行吗？真的太高了，陷进去了。那个各位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做运动的时候要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身体，一博尤其是带好呼吸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两位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很难得的。